还不到两年的车子，这个哎，头塔的车子听说都是可以用个永远都开不坏的那种感觉。结果你才不到两年，你就说是卡昂。我新车开始坏，坏到现在。新车开始坏，坏到现在。对，那、啊、你上一台什么车？宾士。哦，宾士那哇 ，Toyota， 你去查是什么名件？我去查是我所有的进厂维修明细。哎、欸，我看至少二十几张哎，总共收集了21张的维修、哦，所以两年。收集二十几张，艺术的是你差不多平均每个月都在保养厂，几乎每个月都每个月都进厂。假设再回到两年前了哈，一样这些预算，一样这些考量哦，一样就是觉得说我要买一台代步工具，好养好省油，然后不要给我出毛病的一台车，你依旧会选择这台 Toyota 的 RAV4 来当。我咧打个派去，我咧打个派去，钱无得开哦，钱无得开，啊买车来回修理，回保养厂咧练功夫哦，啊今麦佫无爱插，啊佫修理袂好，修理袂好佫无爱插，佫无爱插我，哦，好啦好啦，安尼卖个选片。你是杨梅，桃园杨梅区，杨梅区，对，秀才路这边。哦，所以你这个车子是神车的哥哥哎、欸。哦、欸，这一台哦，真正是厉害的车呢，你看。车王之王啊。车王啊是安怎？哦，讲到这架车，哇，这架。来，先问话嘛。什么时候交车的？110年7月30号。110年7月，就2021年7月。对，所以快两年了。快两年车。哎、欸，就是在下个月就两年了，现在6月嘛，哈。对对。还不到两年的车子，这个哎，头塔的车子听说都是可以用个永远都开不坏的那种感觉。结果你才不到两年，你就说是卡昂。我新车开始坏，坏、哎、到现在。新车开始坏，坏到现在。对。那、啊、你上一台什么车？宾士。哦，宾士那哇 ，Toyota。啊，因为我拢走外口嘛，啊，较省油是嘛。啊啊，嘛、哦、是。人讲 Toyota 是妥善率最高的车，妥善率最高的车，对对对，啊你换落去无感觉，要甲卡掉啊，要甲卡掉，嗯，人家说欧系车哈，不是在修车的路上，就是在修车厂，嗯，啊今嘛你变做你，哎、欸、你这台是什么名件？我这台是我所有的进厂维修明细，哎、欸、我看至少二十几张，哎、欸，总共收集了21张的维修、哦，所以两年收集二十几张，艺术的是。你差不多平均每个月都在保养厂，几乎每个月都会进厂。每个月都进厂啊，进厂他就叫我留车哦。啊，留车之后没有一样是有修完，小问题修不完，大之前的问题没处理好。哦，哎、欸，听起来跟他真惨了。好，我们好好的来盘点一下、哦。你这个车子买来了以后，你说有听到一个异音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啊、那个异音是原厂跟你说是，他刚开始是跟我说喷油嘴。喷油嘴，对，哦，是。那同一天的时候是他们的厂长跟他们的组长都来，然后他们当下判断说我的雷达，因为我同时也有反应我的雷达会乱叫，哦，雷达会乱叫，对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那就换一颗雷达，那关于那个引擎声，他们跟我说是喷油嘴的声音，哦，我说哦好，那我车子就开回去，结果回来还是一样，雷达也没修好，雷达是怎么样？就我只要旁边有停的。那种大货车或者砂石车那一种之类，气压式的那种砂车，它只要一泄气的话，我整车雷达乱叫。哦，就是我们那种 Toraku 哈，它的那个砂车它是气压式的，踩下去就，对对对，它一停的边啊，差的边啊哈，我车就规只拢叫，它开始哔哔哔哔哔哔哔，对对对对，不会停啊，不会停，哔不停的，哔不停，所以旁边没东西，只是气一声就开始叫了，就开始叫了。哦，啊叫不停，什么时候才会停？他看他心情，哦，看他心情哦，对，看他心情。啊，你们要来塞车了，叽叽叫，对吧？哦，所以这个有回去处理吗？有处理啊，都是没处理完。我现在都人家跟我说我开什么车，我说我开 RAV4 战车版 ，RAV4 战车版，火车版啊，哔哔叫，什么来塞了？我们反正修了两年，到现在还没好，还没好。好，那引擎你刚刚说有异音，啊，那时候他怎么跟你说啊？他跟我说，喷油嘴嘛，然后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，越来越大声，越来越大声。我说，那我 calling 起喷油嘴，你说那个是原厂跟你讲，那是喷油嘴的声音，对，哦，啊，你就是原厂说这样子，我们就不疑有他，是啊是啊，是啊然后就等等等等一直，哎、欸，最近开始越来越大声，对，越来越大声。啊，你有刚刚怪怪，有啊，啊，你去催伊，我去催伊，也，我就直接请他们技师过来，来听，那他们技师带着他们组长过来听，当下就直接在我家跟我说，哎，组长就说，哎，这个皮带声啦，哦，皮带的声音，皮带声，我说，哦，啊，你确定是皮带好吗？那你开回去帮我弄，好，那一天他开回来到我家一听，停进来车库之后，我就说，啊，整个声音怎么都还在，哦，他牵回去处理调整完又回来，声音还在，对，还在，回来他开回去干嘛？不晓得，那他们有做了一份他们的检测报告出来给我，对，车辆发动时右侧仍有啾啾声产生，发电机张力器水泵补检查无异常，驱带皮带移除后，发动测试异音仍存在，目前研判由引擎内部传出，哦，
这个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测试报告，检测报告。检测报告。他把旁边的这些什么皮带啦，或舵轮啊、水泵浦啊这些全部都移除，然后去测试，结果声音从引擎里面跑出来。引擎内部，对。哦，朋友塔他们给我的回应，他们要拆我引擎。嗯，我不让他拆引擎。哦，他要拆引擎。对，他要用。拆引擎用维修的方式，我不愿意让他拆，因为我是新车，就已经这个问题到现在了。然后我现在也不要求他什么，你换一颗新引擎给我，直接就换一颗新引擎给你。OK， 那他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有问题吗？还是他们就开始推拉扯拉？然后他们扬眉厂的副厂长也就回我一个用手机回我一个讯息了嘛？他们对我此车他们不再做任何的回复，就是等于不管我了啦。啊，这样你可以接受吗？我不能接受。你不能接受，因为 Toyota 你不是妥善率很高吗？一台车一年多就这个问题。你现在要跟我用修的，一部车最重要的是引擎跟变速箱。我新车我为什么要让你用修的？应该是说哈，这个引擎啊贴鬼了啊，他就在原厂会留下记录，都会有记录。啊，留下记录，如果人家那个中古车商回去，人家我车子要卖的话，人家调你原厂记录，你就来引擎都出个问题啊。这贴鬼是不是？那是谁造成的？是你们Toyota的问题，你们合泰的问题嘛？而且这个声音还不是说自己听有，好像有什么声音，是你自己承认啊，你自己在上面写。他们的维修报告都写的清楚。上个礼拜更扯的是，我的右后碟刹盘会整个裂掉。右后碟刹盘整个裂掉？对，是怎样？整个都是地皮。怎么会这样子？结果然后他们自己鼻子一摸，跟我换掉。然后三脚架也换了。你这是塞几十万哟？你已经开了50万公里了。5万？怎么可能？这样子，结果碟盘也坏掉，然后你说三脚架也怎么？也都换掉了。也都换掉。三脚架也都换了。你是整天 off road 还塞去越野？对啊，我刚刚他们说我是怎么开的，他们还甚至质疑我说是我开车的问题，我的开车问题，他们还甚至于说要说什么车插引擎下面类似飞机的黑盒子，是不是我使用不当？使用不当，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，非常夸张。不先检讨自己的车是不是有问题，结果先检讨车主，先来怪车主有没有使用不当。使用不当，我觉得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原因。但是问题是，你的车子如果说这样子就坏掉，嘛伤肉啊吧，是不是？气肉是。你这嘛是关咱拖台看，你敢有一个电尾门，嘛换四摆。电尾门换四摆，是对还是对？啊，电尾门总成，电尾门上支柱总成，电尾门撑杆，电尾门支架，来，4月10号换一次，是，但呢，你电尾门是怎样？外门那点门楼来是顺的下来，对，它是用跳的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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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，然后关到底之后，门边一关关一半，一半有关，一半有关。这嘛凶悍，这是安那安那。你这个车子现在目前为止是你说一英他不帮你处理，你有找那个消保官是吧？对，是。那消保官现在就等着要開，就等他那边他开通知我们嘛。就只能这样子啊。因为他现在不理你了。他现在不理我啊。假设再回到2年前了哈，一样这些预算，一样这些考量，一样就是觉得说我要买一台代步工具，好养好省油，然后不要给我出毛病的一台车，你依旧会选择这台 Toyota 的 RAV4 来当你的。都无咧打个派去，钱无得开哦，钱无得开。啊，买车来回修理，回保养厂咧练功夫哦。啊，即马佫无爱插，佫修理袂好，修理袂好，佫无爱插我。哦，好啦，安尼卖个想起。